在我们的司令官。哎，那因为我看在我们所打了两场很重要的战役，一场就是823，一场古宁头。哦，那当时候这个哈、哦，当时候，那他骨灰是撒在金夏海里之间。红小肉。魂飞去光了，他的魂在去光了，因为哦，在以前那个年代，他可以占回他老家吗？哦，所以他骨灰就撒在金夏里，金夏哪里啊？等一下你们。